我是做设计的时候最重要的是 communication， 就是 communication， 就是跟这个 client 个人一起做会议做 meeting 一起讲话谈一谈长时间，那可以看出来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想象过的新的 idea， 不是只是一个人想。 跟个人 client 一起想，那这个 communication 里面可以发现出来这个新的、真的新的东西，就是我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这个 communication。 孩子是小学三年级，想跟他一起去海外的旅游呢，三年后呢，还有这个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作品书呢，想做，可是有人给我帮助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有很多作品。 在学，如果在学校学习设计也好，艺术也好，应该要拿着目标，没有目标，什么可以学习？就是自己想做什么，这是很大的目标就可以，想做 graphic 吗？还是 product 吗？还是别的设计吗？有目标应该可以知道自己学习。 什么好？没有目标，应该毕业不美好，所以，不给你 advice， 就是学校和社会是不一样的，社会是很残酷，学校是很好的地方，大家保护你，大家给你说，哎，这个设计师。 做的很有意思哟，这样吧。可是，在社会上是谁也不管你。那这时候你应该要自己拿目标，拿着目标呢，你以后要想一想，自己如果你没有目标，那去看电影也好，去看书也好，跟朋友说笑话也好，去喝酒也好，那什么都对你。 自己是没有的，有目标就是做自己的箱子，那可以自己的这个经验，你看过东西、听过东西，可以放进去自己的这个很多的在脑子里的箱子里面。那有时候想做什么设计，就这个箱子不打开嘛，那他给我这个一个 advice。 哎，这里有好的 idea 哟，这里有好的 idea， 这是我们从这个年轻时候已经拿着这个自己脑子里面的想法，不是过了30岁、40岁才可以，我是一直这个在20多岁已经拿着这个想法，所以看过东西、经验过的东西全部放在这里。 成功的东西、失败的东西是全部是经验，好经验，好机会。还有这个，我在日本的台湾的大学对学生们说，如果发现什么机会就 chance， 一定要拿，不拿就是看以后就是有后悔的。 失败也好，成功的话还好，成功的话可以去吃你妻子的 step， 失败也可以，一定要什么技能要拿出，就是有个人说，哎，你是现在还刚毕业，可是想试一试吗？这个graphic design 的一个工作，比如 logo design 也好 ，character 也好 ，product 也好。 你想试一试吗？那你应该要说，哎，我可以做，
一定不要说，我应该可以做这样的话，要说，哎，没有问题，我可以。以后枯岛就可以，哇，怎么办？我说的要做了，以后要哇，怎么办？可是要很多枯岛可以出来白天，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出来你自己拿的这个才能的，每次枯岛，这个好很好的，要辛苦。